Boss 哥，大佬神父，向旧屎嘅香港饮果汁，东方汽水又几捻和味个噃。Abraham 细佬，我彩鬼正你倒烂坛，系咪打飞机打懵咗啊？东方汽水唔系香港嘢，佢即系中华民国初期喺石力、小波密陀略、过间、金元昌、果市用船标做乜头？中华民国39年至变成东方汽水，总经理系黄文汤，喝咗40几盘波子，向艾龙律门牌404号起咗心肠。两边夹埋有4个水塘仔。中华民国40年9月16号礼拜日投产，用晒红毛花旗机器，一日可以出成3000几打。连德国老果汁多益错皮果汁都系向树做，允许香港买。Boss 哥，大佬神父，多益错皮果汁有7种口味，个噃，客家林子、橙、苹果、柠檬、梅子、桑子、拉樱桃。钓完女人喺窿，饮翻樽补充下就知爽噶啦。